本周妈妈周不仅有许多 idol 及明星们出国参加盛会，13日最后一波明星们也赶着参加明天即将在香港盛大举行的妈妈颁奖礼，现身机场搭机出国。清晨在暴雪中现身的郑丽媛还是维持一贯的优雅。细跟高跟鞋走在结冰地面的李一，在经纪人的帮忙下顺利的走入机场。而刚摘下2018妈妈女子新人奖的 IZONE 又马不停蹄亮相仁川机场，准备飞往香港。高人气的他们吸引大批媒体及粉丝跟拍，亲和力十足的他们不断地与镜头挥手打招呼，最后在大家的簇拥下入关。